欢迎收看 UDN 金马五一，我是 Gino， 这一位是我们联合报的资深电影记者向一斐。那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就一样是以 Kano 入围金马最佳新导演的马之祥，还有以相爱的七种设计入围最佳新演员的徐伟宁。嗨，我们知道两位其实都是从 model 出道的哦，就凭借你们这个高挑的身材，然后出众的外表，然后从伸展台然后走上电视荧光幕。那对于你们来说，以前的这样的一个模特儿的经验到后来的表演工作，这个之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或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是正面的影响呢，还是负面的影响？可不可以请两位谈一下？先请伟宁谈一下好了。漂亮的，其实我觉得之前在当模特的时候都是其实是以平面为主，因为我身高不高，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很肉，身材很肉，现在算是状况最好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虽然说模特儿就是也是在好像是相关的行业，可是如果你真的要从模特儿踏到演员，真的是很，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条水沟，隔行如隔山，真的。因为第一个，不管说今天我们自己觉得自己行不行，可是你还要就是别人也要相信你可不可以，就像刚刚小马讲的，就是演员其实是很被动的，因为你是被选择的，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在第一关被选的时候就刷掉了，因为他觉得你的形象不是他要的，或者是说你永远会被放在某一种角色定位上面，所以变成是说你必须要一直的自己去打破自己。我曾经为了得到角色做过很多不一样的努力，譬如说我知道我今天要去试个这个角色，我在见导演的时候我就在演这个角色了，就是我不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如果私底下的话，我其实没有那么多话，我就不太会讲话，那他们就会觉得说你很难亲近，那你就没办法，你就不像这个角色。所以我在拿到这个本的时候，我就在第一次只是聊天，还不是试镜，我就在演这个角色，或者是穿得像那个角色，不然就是什么妆都不化，把自己搞得很邋遢，刚睡醒都去这样。可是不管做什么，我觉得他们还是会有一个既定印象，因为刚开始你是做模特的工作的话，他们还是觉得哦，那你就是还是漂漂亮亮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是这个样子。所以要怎么去打破，其实我觉得是还蛮困难的事情。可是后来没有那么在意，是因为我觉得我只要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因为其他这件事情不是我应该担心的。除了别人对你的看法以外，就是基本上等于是你的美反而成了你的阻碍。那你自己好比说，你如果要去，像你如果成为平面的 model 的话，你要知道相机在哪里，你大概要知道你要怎么样摆。那结果你如果今天当了演员，可是你反而要让观众认为他们无法注意到摄影机的存在，你不会觉得就是会下意识就是想要转过去一点这样子吗？没有，我从来没有觉得这样子过，因为演戏本来就是要演戏，是应该是真实的，而不是为了漂亮或者是为了好看。像我记得我刚开始演戏第一部电视剧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哎，我在美国有买那种就是凉凉的涂在眼睛底下，你可以哭，你就不用真的哭戏了。后来我死都不要买，因为我觉得这东西是应该是从心里面出来，我不想要借助其他的东西。就是其实这是很基本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因为我真的喜欢这件事情，所以无论把自己弄成怎么样，其实都是因为你是跟着剧本走的，你应该相信剧本，相信导演跟你的对手。我跟他不一样，我影响超大的，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真的，我就是机器真的、啊、真的，我会故意转过来干嘛？因为我不知道，我第一次演戏，其实还好，我第一次演戏，我的导演是王小弟老师，所以他愿意一直不断的雕，一直不断的雕。其实我那个时候，他常常笑我、啊，老师常常笑我说我有模特的病，因为我。第一次接触我不晓得嘛，所以因为走秀走习惯了，确实走路方式从 A 走到 B， 你像在走秀一样。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一开始有这种毛病，非常非常严重。然后在拍《大医院小医师》的时候，老师就常常就是拿这个东西来取笑我。然后还好他就是愿意一直不停的告诉我这样子。真的，我拍第五片真的没有太专业。因为我不知道是刚刚小马提到这个大医院小医师，那我不可避免的，我们一定要来 cue 一下。我们其实有准备了一段，就是过去的这个作品的整理的这个部分，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那为什么我妈妈那么辛苦，我又这么努力，凭什么让人家瞧不起？你不用喜欢我吗？这你就看，在我们身体里面，
我们留的是班级的协议。不管是九星木啦，在所有的霓虹镜眼里，我们永远都是班级。我把娇娇弄成这样子，对不起。我这个人有个毛病，我就是很看不起这种靠关系的人。可是今天你敢来找我，表示你还很带种。我が戦うのは絵を貫くためだ。死んだお前への家族の復讐のためではない。感想如何？哎，为什么都剪那种？当然要最沙啦，当然要最沙啦，这超沙的。伟宁刚开始还有讲到一个重点啊，确实的、啊，演戏这个东西啊，嗯，像会由心生，像由心生，嗯，那拍到后面其实越自在是越困难的，那表演其实就是这样子，最困难就是自在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到一开始我很不自在，那但是你刚刚剪出来的片段都是。都比较明显情绪，对，当然是顺着剪，就是从你刚开始出道，然后一直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对对对，但是片段都是比较放的，那个还看不太出来。但是越松，真正考验演员技巧的是内心戏，对不对？其实那个讲内心戏，应该是说我所谓的自在这种东西，并不是啊，没有哭也哭的自在，就是你的心会打开，你会打开，很安心的在这个环境里面去做你原本。心里面曾经有过的经验，创作来自于经验嘛，经验来自于生活历练，所以刚刚主持人讲的model 这个东西对我现在的我有没有影响？当然有，那都是我的经验。超级，刚看了有点。不过，我们看到现在就是小马，他是呈现一个比较就是脸红的状态。不过我们直接准备了伟宁的一段，那我们就麻烦导演帮我们 cue 一下这段 VCR。他那么厉害，难免拿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其他人。我想，这世界上能达到他标准的人，应该很少。所以你现在是觉得他比我好，比我关心你了？还是你们现在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日久生情？因为我不能常常陪你，所以他取代了我。你现在会为了这一点小事借题发挥，是因为你喜欢上他了，对不对？全世界的人都爱你，为什么只有我不行？为什么我只能假装是一个好朋友？我一点都不喜欢你说了。这个部分，哎，我发现真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跟小马一模一样。越来越纯熟，对，越来越心越来越打开，真的。所以是一开始的时候会有那种像是剧场的感觉，就是哭就要大声哭，笑就要大声笑，就是比较是不是稍微夸张一点点？然后后来越演越熟之后，会比较懂得内敛，就不用就是为哭而笑。我觉得一开始因为我们年纪太小了，依靠太多想象，那个想象有的时候很抽象。那你抓住那个想象之后呢，你就会想要放大它，然后就会变成 over。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不用想象了，因为我们随着年龄或者随着经验，其实渐渐的，我们都知道那个如何把经历过的东西重新拿出来使用。我觉得大概是这种感觉吧。我觉得他演得很好哎。对啊，其实我很好奇啊，伟宁，我们一般人就对你的可能第一印象都会觉得说啊，你就是一个混血的漂亮的洋娃娃这样子，然后可能也有很多观众觉得说，哎，你就是个漂亮的花瓶。那但是我们从刚刚的这个 VCR 可以看到，哎，你的那个逐渐的这个蜕变，然后终于被人家看到。那你究竟你觉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外表是一个助力还是一个阻力呢？有没有因为你这样漂亮的外表变成一个负担？你刚才讲说你连参与试镜都要就是故意刚睡醒啊，邋遢一点啊这样子。所以显然是就是不是说长得美就是人生胜利组这样子。对，因为应该是说是阻力也是助力，因为你有了阻力，你才会想要去打破，你才想要往前去把这些东西想要更前进，就是推翻大家。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叛逆的，就是如果你越是要这样子觉得我，就是越要做给你看。那其实我觉得以前
可能是我觉得在拍戏的时候可能不够专心吧，因为你一直顾虑到旁边很多事情，以至于你没有办法专心在你自己的表演里面。一直到前阵子，就我碰到有一些导演跟我讲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好的表演，你要想要有一些好的情绪释放，那就是要看你相不相信我们，你够不够把自己，像刚刚小马讲的，你够不够把自己就是放在一个自己建立的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很放心的演出这样。那其实两位演员他们的外形在台湾市场来讲还是比较相对小众的，那待会回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两位他们是如何在这样的市场下还可以继续做自己。马上回来。为什么会接到 Kano 这个东西，其实说来也是巧合。其实我在拍完那个赛德克巴的时候，我就跟魏导去一直做宣传。那我就问魏导说，赛德克结束之后你要忙什么？他说要忙一个小的，他说是小的哦。我说什么小的呢？他说棒球。我那个时候想说，因为我小时候打扫棒，我就哦，找我。我心里是想说可以找我演，但没想到他的盘算是，可以找小马拍。